Hello，大家，我今天化了一个很浓的妆，待会儿要去拍报名照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我今天拍报名照，可能就觉得我扎起来的话，拍报名照扎起来有点奇怪，显得脸大，我可能就头发披着吧，然后稍微夹一点点卷，用的是这一款。我也是看，就是我在泰国的韩国人店剪头发，然后一个韩国的理发师他在用这个，然后他推荐我，然后马上就在淘宝上下单，觉得超好用。这款是就是大卷比较大的那个直径，我忘记是多少了，反正是最大的那一款好像。然后就觉得卷出来的头发会自然，又不喜欢小卷，小卷显得比较老气。然后大卷的话，你先卷好以后，它过了一段时间有点就是没有那么卷了，会显得很自然。我比较喜欢这种就是自然一点的。然后我不会说全夹，我可能就是拿几撮头发就是卷一下，待会儿就是稍微直了以后就会很自然。现在就卷一下，我也没什么技巧，就是凭感觉卷。我在卷的时候会把头发稍微分层一下，因为我头发太多了，我会就是每一层稍微卷两个。我要去找一下鲨鱼夹。拿到一个鲨鱼夹。先把头发分层，从耳朵这边先分一半吧，先分1/3。今天化的妆里上面还贴了假睫毛，但我贴的是比较自然款的，不然贴太浓的，拍照出来就好像泰国人哦，不喜欢，不想要拍那么浓的。然后再把头发分2撮，这一撮当中，就这样子。就是停留时间不要太长，这样就比较自然。另外一边也是，卷出来就是这样子的，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卷的弧度，就随便再抓一根。我都是凭感觉的，没啥技巧，就觉得全卷就可能不太好，显得有点老气。不是这里头发会有几撮就是笔直的，然后有几撮就是卷的有点不自然嘛，你就这样子，然后夹在尾巴的时候稍微卷一点点，范围卷一下就好了。你看这样的话就不会显得就是太，就是卷的卷，直的直。现在的话就比较和谐，表达能力不太好，第一次录这种 vlog。这边也是，转过来下面的稍微带一个卷，可以了，这样就会显得很自然的那种大卷。再放一点头发下来，我再放1/3，也是分2半，然后看一下，把比较表面的卷，不要找那种很里面的，找那种表面上的，拿一撮，然后卷一下，照一下镜子，这样子的话，1、2、3，你看，这个都是下卷了，那再找一撮后面一点的，就不要太近的地方，就是相隔一段距离的一小撮，然后再抓表面的一撮，这样子。1、2、3，然后看你要的就是效果。我可能今天想要比较自然的，我可能就卷两撮够了，因为这两撮还蛮卷的。然后把就在刚刚一样，把那些笔直的发尾稍微就是带着卷一下。你看这一边就已经没什么特别笔直的了，下面发尾都带到了。然后这边，那这边没有卷的话就会笔直的笔直，下面这里卷的卷。我会找耳朵这边，就是耳朵最近的找一撮，因为这样就是看上去就会很明显，如果卷了的话。如果你卷那种里面的话，藏在里面的话，可能就会觉得好像没有太卷的样子。1、2、3，好了，这边好像也效果达到了，然后再把下面的一起卷一下，对，范围没错，这样卷一下，好了，再把最上面的放下来。最外面那最上面那一层是最主要的，因为你头发披下来就最直观看到刚刚放下来的头发，然后先分两边。用完以后，像刚刚一样的抓一撮，建议就是不要一撮抓太多，因为少量多次。然后最后就是我觉得这边已经可以了，然后再把这里一撮，就是刘海这一撮，往卷一下，我会这样子往后面卷，这样子一下就会比较自然。
后面还有些，你看这边有些直的头发，就像我刚刚说的，把它抓出来，下面带一带，这样就自然了。看，就刚刚和直的和卷的，这样就感觉很融合了。然后我这边卷好了，搬到这边。好了，就差不多这样。现在是最卷的时候，待会儿过一会儿，如果你觉得特别卷的话，你可以过一会儿，它会就是稍微直一点，这样就会比较再自然一点。如果你喜欢这种卷度的话，你现在就去喷一个定型水，把它定型了，这样就可以出门。然后你喷的时候就这样，再这样抓，喷松一点，我觉得卷发松松的比较好看，就是不要贴着头皮。好啦，我现在去准备换衣服，然后待会再见。Hello， 大家，这里我都差不多换好了，把头发也就是夹在了后面，就这样可能会这样拍一张。然后因为只喷上面是吧，我下面就随便卷一条，就夹大的裤，可以超裤了，我感觉好难讲。我可能也就穿一双拖鞋或者跑鞋、平跟鞋，我就这样，待会就去这样子拍照了。你觉得还可以吗？准备就开始拍摄。好了，那待会就出门啦。Hello， 我去家里附近的一个照相馆拍照。我感觉他们太好了。